故事、传说和神话一同组成了萨卡兹的过去。我们目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远去，但远古的回响仍在愤怒地咆哮，他们从未离去。愤怒并不是糟糕的选择，如果我们能够巧妙地引导，它就能带来激情，还有变革的决心。许多人都想改变现状，但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能力和勇气堪当此任。浑厚磅礴的钟声终会因此响起，昭示未来的前景。也许在变革永不停歇的未来，我们能够靠自己的努力修缮出一片崭新的家园，能够重新审视这里发生过的一切，也能够冷静地评判我们自己。那个时候，人们会用欢笑和泪水送别痛苦，用希望和祝福消弭悲伤，而我也早已成为睡前故事里的角色，每晚陪伴在孩子们身旁。霜月不再冰冷地注视夜里孤单的旅人，骄阳不再残忍地灼伤孩子们喜爱的鲜花。你也想出一份力，那你可要加油了。未来